听好了，从前在一家精神病院里有两个人，有一天晚上他们决定不要继续住在神经病院里了，于是他们计划出逃。他们爬上了屋顶，越过两栋建筑之间的狭窄缺口，在皎洁的月光之下，他们看到了城镇的屋顶，那是通往自由的世界。然后第一个人毫不费力地跳了过去，但他的朋友却不敢跳，你懂的，他很怕掉下去。于是第一个人就想到一个主意，他说：嘿，我有带手电筒，等我把它打开照明，在两栋建筑之间，你就可以踩着光柱走过来了。但是第二个人他摇摇头，他说等一下，你以为我是个神经病吗？你铁定会在我走到一半的时候把它关掉。请见谅。